日前曾经因出演乌龙闯情关里的刘病已和怀玉公主里的康熙而大火的孙娜薇，将于今年11月16日在香港九龙湾国际会展中心火热开唱。虽然时隔多年重返歌坛，但是孙娜薇影响力依旧惊人，演唱会门票在还未开售的情况下已经被粉丝给抢购一空，人气丝毫不输当年正当红时。说起来，当年孙娜薇因为不堪工作人员的羞辱毅然回国，导致在日本的演唱会没有如期举行，从此之后就惨遭雪藏，最后不得不宣布退出歌坛，事业一落千丈，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重返娱乐圈，在娱乐圈有新的活动，不少粉丝也为其感到惋惜。如果当年没有被封杀，在人气方面孙娜薇应该早已跻身一线巨星的行列，只可惜当时太冲动。不过网友对其做法却非常赞同，认为他做得非常对。被封杀之后，孙娜薇在去年和相恋八年的女友陈美诗于去年修成正果，能够在人生低谷时一起走过。不少网友也羡慕孙娜薇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还是祝福这对情侣能够越来越甜蜜幸福吧。不管怎样，我们还是期待重返娱乐圈的孙娜薇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未来还有机会重返巅峰吧。转眼间孙娜薇已经45岁，不过看起来依旧帅气十足，完全看不出岁月的痕迹，和林志颖一样算是不老男神的代表。如今两人的人气却相差甚远，让人不禁唏嘘。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期待未来在大荧幕上还能够看到孙娜薇的身影。